대요. 오야 cool. 欢迎收看 This is Vivi， 就是 Vivi， 我是小杨，我是美云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这次要开女团新生代大四女团，我们的 Easy is me。这次因为我预购，可是呢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呢？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在吃土，所以呢，我最近开始走有一些地方，如果它是可以订随机的话，我就试试我的人品。我看我从随机看我会抽到哪个版本开始随机测人品。然后这个是预购它的海报，哇，它的海报也太大一张了吧！哇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是米是抽到了这个版本，他们版本有三个版本。Easy Me 跟 Wanna Be， 下面有一排字，这边有写 Wanna Be。我抽到的是 Wanna Be 版本的，我觉得他们每一个版本都很漂亮，抽到哪个版本我都没有什么感觉。我比较好奇，我里面会不会抽到本命的小卡呢？好，先把它打开。开了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哦，哇，里面有一张卡耶，是卡吗？其实卡是可以推出来的。这样子，哇、哦，这张卡印的超漂亮的耶！我现在就去把镜给换。好，去吧。刚刚把永娜换上去了，不好意思，硕真，你先退役一下，下次再把你们换上来。反正老实说，买很多专辑都很多。好，你要来看看里面小卡吗？你想抽到谁？上次才跟他们见面过耶，超可爱的。我这样是不是很恶男？还好啦，一般而已。这样这样，我要哭了。都是一样的。哦，好开心的，我就眼泪要飙出来了，因为太累了。是很开心，不太累。干嘛？这运气真的很好，超级好，两张都是，好吗？好开心哦！本世纪人品最棒的一张，哇、哦，好漂亮哦！你们各位就不要看我了，我们都不需要存在在这里，我们就看着理智美丽的脸，我们两个都不需要存在在这，就这样。这是什么人品？好开心哦，已经无法再继续开箱下去了。好，那你滚啊！我觉得他们的封面很有趣，他们就像是从框里面出来，你看还跪着那个框，给大家看，很像从框里面出来。那我们来看书吧，已经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抽上 CD 了。我是不是应该买全套的？如果我买了全套，然后全部都是理智，这是他们的 CD， 就中间有印字而已。他们东西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吗？看来是呢。好少哦。海报，一张明信片，两张小卡，有差吗？抽到两张小卡嘞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来看看内容吧。我们来看 Wanna Be 的版本，开始咯。其实我不喜欢这张的光打到墙哦。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看啊？ I don't wanna be somebody。什么意思？歌词啊，我不想要变成就随便谁而已。刘真的脸真的很好看。我觉得他们这种页面可以少一点，好酷哦！他每次都会被弄一些很神秘的小龙女的包包头啊！别说了，你好看，好看哦！最喜欢这种卷卷的，他这样子看起来好凶哦，有点凶凶的感觉，可能因为眼睛吧。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很酷。换了，换了，换衣服了、哦、我比较喜欢这一套，这一套棒哦！哦，他也太瘦了吧，这手背是不是我错觉？我觉得他们照片很小张，然后留空白，留白的地方很多哎。有，不是你的错觉，留白留超多的。小张有 nothing to。然后这里是他们的歌词跟他们的照片。我觉得歌词这边还有带，还有放一些照片还不错了。我觉得他们照片好小张哦。看完了，好，我们看完了。其实啊，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啊，我一直觉得他们的照片留白的地方很多，所以照片变得很小。再来就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多，像这种东西好几页。他们应该是觉得这种设计很必要吧？这是他们歌词啊。看看，翻两页就遇到照片变得感觉不像是主体，一半留白一半照片，就是设计是主体，然后照片有点少，衣服换的有点少。因为他们总共有三个版本，而且这本其实也不贵啦，可以接受。基本上我真的对这一团啊，然后里面有理智，我就觉得真棒，好香，已经完全无视他刚刚在嘴说照片很少这件事。你通常收这个不是就收写真吗？不是要看他的排版，看他的调色，或者是看他的啦啦啦啦啦。然后你跟我讲说你看着就觉得可以了，不知道 Mizzy 有没有觉得照片很少？我觉得人很好看，可是排版啊的设计感觉就是量少少的，我觉得好可惜哦。如果他照片再多，或者是再密集一点，我觉得更棒。我也觉得中间设计的部分好像有点多。不过没有传达这种很酷的概念是。
是有传达到啦，所以拜托已经从歌词里面传达到了这种设计，下次就少一点，不然其实干脆就能再大本一点吗？不然你就把设计也保留，然后照片也多一点。不知道 Mizi 有没有像我们一样有觉得照片很少的感觉，想要再看更多一点的照片，然后不要排版的这种想法。如果你有没有这样想法，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在下面留言说：天哪，你真是太欧了！我的天哪，可以这样抽到本命，这是我开心的一天。不知道你们都抽到了谁呢？记得留言跟我们讲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开箱专辑内容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我们追踪 IG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你再讲一次他们的团名。谁的？他们的。一直。再讲一遍。一直。再讲一遍。一直。一直 me wanna be。